Hello， 大家好，我们今次呢条影片咧就系 Pocket MMO 账号被盗嘅 Part Two 事件。咁官方咧已经回复咗我上次呢一个嘅问题申诉啦。咁啊，结果回复咧，其实我谂我自己觉得啦，系比较搞笑嘅，系几好笑嘅。我相信有啲人都会觉得好好笑，亦都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哇，呢个客服系咪黐线噶？好，咁首先睇下啦，三号嘅时候我就在这个的账号上申诉了咁卖个关子，他在6号就复了我的6号3日到时间，不算快不算慢啦。好，咁呢度呢会慢慢睇，我諗第一句你就会觉得呢一个系咪即係由佢第一句复嗰下呢望到佢第一句复咗啲咩呢，你就开始喺度諗其实佢系咪一个客服嚟，或者系咪一个客服应该有嘅态度呢。好，嚟啦，第一句。好 ,OK, 咪俾你睇一大俾大家睇到第二句啲好。第一句就係你驚啲咩，第一句你驚啲咩，所有嘅回复我睇晒之后再分析啦，或者再解读。第二句就係话我哋只係要求你对我哋诚实。好，第三，可唔可以告诉我哋实际上发生咗啲咩。第四，我哋有日志可以知道你已经共享咗你嘅账号，我哋想知究竟点解。好，四句就完啦今次嘅回复。好，剛才都讲过啦，一开头嘅时候呢，第一句呢你就会开始怀疑呢一个咪真係应该客服应该有嘅态度呢。係啦，我可以好肯定话俾大家听係唔係啦。正常嚟讲，一开头一个游戏客服啦，面对一啲账号嘅问题申诉啊，账号嘅解依家係账号解封申诉啦，或者係任何一啲嘅问题查询，第一句多数会讲啲咩，感谢本人或者感谢你的来信，系啦，就唔会系你怕什么咧，系啦。咁就算系用翻英文，都绝对唔会系咁嘅态度嘅。OK， 呢度我谂佢呢一段呢四句回复应该系用机械翻译嘅。好 ，What are you afraid of？ 你怕什么啦？系啦，中文译就系你怕什么？正正常常会唔会有一个客服会咁样答嘅咧？如果佢咁样答嘅话咧，其实你系知道佢哋嗰个高层所有，我唔知系咪所有啦，但系俾我感觉，我而家面对紧两个客服，呢两个客服咧都系一个高姿态去面对紧我呢一个嘅回报问题同埋呢个账号申诉。嚟啦 ，What are you afraid of？ 第一句啦，你惊啲咩？就好似一啲 MKMK 仔口问，你怕咩？你惊啲咩？究竟就唔系一啲正常人咋？你感谢你嘅来信啊，我哋已经处理紧呢个个案啊，或者咧呢一度问翻你少少问题，我所认知嘅客服系咁啊，但系外国嘅我唔知啊，因为外国嘅嘢咧，我真系唔知道外国嘅嘢啊，外国惊玩好少。OK， 要求你对我哋诚实啦，呢句冇乜嘢嘅，系冇乜问题嘅。但是如果出现过太多次呢，你就会觉得好有问题了。因为他已经出现过第三次诚实了。这里呢，这里其实他已经不断地说什么诚实啊，诚实地答究竟发生什么事那些啦。OK， 之后最后就说由于你不跟我们合作啦，即刻你就会觉得这个客服很有问题的。好，能告诉我哋实际发生过咩事吗？呢一句咧都 OK 嘅，但系就第二次重复啦，我们有日志可以知道你已经共享咗账户啦。头先都讲过啦，我们有日志，咁就知道咧佢系用机械翻译啦，就唔系用证明或者证据啦。我们有日志，就算用翻英文嘅话咧，英文嘅话就系咁样啦。系啦，相信都系用呢度嘅英文嚟转做中文嘅。OK， 我们想知为什么会这样。好啦，咁呢一度咧就讲翻我系用啲咩回复啦。咁我第一句就直接答啦，我怕什么？我怕啲咩究竟？我唔知道，我系唔知道佢系一由于一啲咩嘢嘅理咩嘢嘅理据证明我系惊，我唔知道。所以其实这一句呢，对面其实不是一些话他不是一个客服应有的态度，因为呢他用这些讽刺的口吻或者是一些高姿态的口吻去对待玩家，这个在游戏客服来说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好，第二句我第二句他说什么，
讲咗好多次冇分享我账号俾其他人。第三句冇输入过任何账号啦，其他网站。第四，我想知点解不断话我系共享账号，相反你可唔可以讲一出系咩事？因为佢由头到尾佢都冇讲到封我嘅一啲证据，或者系任何嘅一啲嘅照片啊、图片啊、文字上佢都冇讲到究竟系乜嘢证据证明我系共享账号，然之后再封翻我嘅。咁呢一度咧，有啲人可能会唔系好明啦。咁我 Pocket MMO 嗰度已经写到明，我系因为共享账号俾人拉，即系俾人封个账号嘛。咁好，问题嚟啦。问题就系咧，即系我喺回报呢个问题嘅时候俾人封啊嘛。系啊，回报嘅问题嘅时候俾人封，点解唔系佢一开头已经知道我系共享账号，然之后封咗我咧，而系我回报上一次都讲过啦。我自己回报问题话俾你听，我系共享账号呢样嘢，其实好低能嘅。我会唔会冒住俾人封嘅风险去回报官方呢？系啦，会唔会呢？我相信如果你有玩过 MMO 嘅类型嘅 game， 如果你同人共享账号，你都唔会去回报官方话俾人偷嘢嘅。系啦，你顶多怪自己黑仔，或者系怪嗰个人偷咗你啲钱，除非你想滥炒，系啦，除非你想滥炒，否则你系唔会嘅。或者咁讲啦，如果你真系要求滥炒嘅话咧，咁好老实讲，我就唔会咁太大篇咁大篇系啦，咁大篇不断系咁揾你官方倾偈啦。老实讲，如果我真系滥炒嗰啲嘢，我仲会唔会咁 detail 写到明啊？又影晒相啊，又打晒英文啊，跟住咧又不断，可能都相隔唔久一日，跟住又复翻你啊？会唔会咁样啊？会唔会咁积极回复问题啊？然之后得来最后咧，就系话我不合作回复问题，诚实 ，OK， 好。咁啊，然之后咧就个问题就系咁啦，系啦，由头到尾都冇讲到咩嘅。依家就佢自己就声称手头上有证据证明我已经共享咗账号，系啦。咁我又真系想睇下系啲咩证据嘅，咁但系佢就冇复到啦，系啦，又冇复到啦，跟住又再拖啦，啊，又再拖啦 ，MMO 嘅官方嘅客服。好，有证据咧证明咧，咁你俾我睇啦。你唔俾我睇，我唔会知道嘅。依家嘅情况就系咧，我话你有你就有，我话你冇你都可能有嘅，系啦。我话你冇你都可能有嘅，因为佢冇 check 到嘛。依家就系佢冇 check 到个情况，即系点讲咧？假设我真系有共享账号啦，如果唔系因为今次回报呢一个问题咧。佢呢世都唔会知嘅，佢呢世我谂佢都未必会知道我呢个系共享账号，系啦。但系喺呢度再重申一次啦，我系绝对冇共享过账号，或者系分享过任何账号密码俾其他人嘅，系啦，真系完完全全冇。OK， 好啦，咁头先都讲到啦，呢一个回复咧喺游戏嘅营运上咧。其实是完全不合格的，已经是完完全全不合格。他现在这个回复给我的态度呢，其实跟这个人其实是相似的。是啦，是啦，无中生有啊，他说的东西。这里第一句，由于你不合作，不想跟我们合作，所以我要禁止你的账号。是啦 ,OK。怎样看得出我不合作呢？你我都想知道的，其实。佢有冇一个中文用中文嘅人讲，我直接对话同佢讲，究竟你点样觉得我唔合作呢？我真系想知道啊。OK， 咁啊，然之后咧，佢就报咗句 Have a nice day 啦。Have a nice day 呢一句咧，就系客服应该有嘅态度，但系唔应该喺呢个时候出嘅。系啦，呢一个回复咧，系讲紧我俾人封咗，系啦，即系封埋我嘅情况下就 Have a nice day。简单啲嚟讲，就系插咗佢两刀。之后就话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一个美好嘅一天，系啦，咁样咯。好啦，咁系咪一个正常嘅客服咧？其实由第一开头呢一个都唔算话一个正常嘅客服嚟嘅啦，系啦，一嚟就已经咧就话有冇 share 个其他账号啦。咁我可能我自己当时觉得冇乜问题啦，系啦，啊呢，我以为呢一个系公众嘅，即系一啲比较唔系话好需要。一个咩啊？一个完整嘅，一个比较咩嘅，一个比较好嘅态度，或者系点讲咧？一个良好嘅讨论啊！
我以为就冇咁严谨啊，或者系冇咁需要系一啲咩咧，即系好似宴会咁啊，系啦，呢一个俾我嘅感觉就好似讨论区咁咯，用讨论区嘅形式回答就得噶啦，系啦，系啦，讨论区嘅形式啦 ，OK， 咁我当呢一个真系讨论区嘅，以讨论区嘅玩法咁样去回复问题啦，好啦，咁但系呢一个咧。是得我先知嘅啫，系啊，得我先知嘅啫，就系一个私人，你当系一个我直接寄信俾官方啦，我直接寄信俾官方，官方咧应该系用一个比较好嘅态度去回复翻呢个问题嘅，系啦，即系譬如系感谢你嘅来信啊，头先都讲过啦，感谢你嘅来信，我哋会彻查事件，另外就问翻你少少问题，系啦，都会系咁嘅，我见过嘅客服都会系咁啦，但系外国嘅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外国的就是这样好啦咁然之后呢其实都大概都冇咩嘢讲㗎啦因为你面对住咁样嘅态度呢其实你知道你讲啲咩都冇用你讲啲咩都冇用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俾人哋知道呢一个客服做緊啲咩係咪一个正常应该有嘅态度我依家做緊嘅嘢就係咁我已经唔期待可以攞得返我账号就算我个账号攞得返我都未必会玩、啊、我都未必会玩因为成隻游戏营运我讲过第二位游戏内容是第一位点解游戏营运是第二位因为你处理緊一啲玩家嘅问题简单啲嚟讲就係你係属于呢一个游戏虚拟世界嘅、一个嘅管理人即係好似香港为例香港係由呢一个咩香港管嘅就係呢个特首啦特首差唔多算系都系有权力嘅，你可以话到好多事。如果你特首做唔到嘢，亦都即系个面对所有嘅问题，你都觉得好似冇问题，所有嘅人民都觉得系水深火热嘅情况下，而特首依然觉得冇问题嘅，咁呢一样嘢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而呢一个游戏内亦都系一样啦，吓游戏内容通常系啲咩嘅情况下先会玩客服呢就系、是、一啲问题上。游戏问题、账号问题或者一啲游戏内容嘅问题，就会玩客服啦。咁客服咧变咗就会几重要啦，客服就会变到几重要，因为一只游戏咧冇可能 100% 冇一啲问题存在嘅，一定有一啲问题存在嘅。咁所以咧揾呢一个嘅客服就系一个基本上啦，系一个。几重要嘅一个嘅沟通啦，同官方嘅一个直接沟通啦，系啦。假设如果你个官方态度对一啲玩家系咁样嘅态度咧，我仲放唔放心喺呢只游戏度玩呢我仲放唔放心呢即系经过今次呢件事咧，其实好老实讲啦，在座各位有玩 MMO 嘅人咧，你哋嘅账号咧，你都真系要睇得实啲，系啦。因为就算你俾人偷咗嘢咧，我相信啦，都好大机会变成咁嘅。都系会捉翻个原，即系捉翻个受害人出嚟，再鞭打佢几嘢。依家个感觉就系咁样，鞭打我几嘢。好，你嘅账即系你嘅账号就已经变到，我自己觉得啦，系啦，我自己觉得依家我自己个账号已经系完完全全冇价值，完完全系一个废物嘅一个 account 嚟噶啦，系啦，因为一个游戏内容第一，跟住营运嘅客服系第二，如果个营运。或者是客服回到一个对待的玩家的态度是这样的话这些游戏不玩也罢是的真的不玩都得的了真的。因为当你发生事起上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找他处理嘛你一定要找这个官方的人处理嘛。而官方的态度呢就对这件事件好像很敷衍紧你这样你就觉得这些游戏的管理人是不是有问题呢是的开始从而你就会想这个 game 其实值不值得你玩呢我现在就当然觉得完完全全不值啦。但是为什么我还要回复呢就因为我自己没有错。我实际上就要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被人偷东西我还要给你封账号这样合不合理就是这样玩讲一件事而已。就算他给回我都不会玩的。因为我要给大家知道 MMO 营运的客服竟然是如此垃圾。好。咁啊，大致上今次呢条影片就跟进到呢度啦。咁同埋咧，都想讲一讲啦。依家 MMO 俾我嘅即系所有游戏内容啦嘅营运手法咧，俾我嘅感觉就系咧，
佢不断咁剥削紧游戏玩家嘅赚钱方式啦，然之后佢想嘅地方咧就系咧引多啲人氪金，啊引多啲人氪金令佢再不断赚钱啊，因为依家呢一个嘅 MMO 入面咧，你揾一啲劲人，揾一啲非常之熟嘅 MMO 嘅人咧，佢都要话俾你听佢唔识搵钱啊，系啊，就算识搵钱咧，佢都未必同你分享，因为呢一个 MMO 就系咁样，佢个市场咧。好容易俾人察觉到你用啲咩赚钱嘅、啊，你用啲咩赚钱，咁同你 share 完，可能啲钱就不断降噶啦，因为 MMO 就系一个咁样嘅生态嘛，即系我唔妥你，我就可以将你啲，我就可以将你搵食嘅工具完完全全铲除，系啦，咁啊大概就系咁咯，系啦，就逼你不断货金，因为讲紧一个月，你顶多可能赚到几多钱咧？依家一个月赚唔赚到一两百、一二百万咧，我都唔知得唔得喎。你而家俾我，我都未必接，我都未必得喎。可能我都唔知得唔得啦，一两百万，可能有啲人得嘅，但系就冇以前咁轻松咯。以前可能两三日就已经百零二百万，依家我谂一个月、两个月，你唔系货金嘅话，好似都有啲难度。不过当然有啲人有渠道啦，就是、生蛋嗰啲啦，生蛋嗰啲我谂应该系最多人。赚钱嘅方法啦 ，OK， 系啦。当一只 game 咧个游戏更新嘅情况系咁差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开始冇嘢玩啦。大家都经历过啦，即系一只 game 竟然可以喺一年内冇几次活动嘅，一只 MMO 游戏一年冇几次活动咧，系好大件事嘅，好大件事，因为就会慢慢咧去忘记咗呢个 game， 完完全全唔知道为紧啲咩玩嘅，MMO 就系本身就系一啲可能赚钱啊，或者生闪呢两个活动啊，或者战斗三个途径啦，系啦。咁如果你赚钱唔得啦，啊赚钱唔得，生闪又唔得，跟住打怪你又冇兴趣话，咁其实呢个 game 都唔使点玩咧。同埋就系一年内咧冇咩活动啦。我记得 MMO 活动应该系有新年万圣同埋圣诞系嘛 ？OK。咁即係话其实係得几个得三个月到，应该得三个月嘅时间係有活动嘅，其余九个月时间你都係做緊不断重复嘅嘢。咁MMO嚟过呢，佢就真係完完全全唔合格㗎啦，完全唔合格啦，係啦。咁大致上今次呢个事件就讲住呢度先啦，係啦，呢段片我都拍咗好多次，因为好多嘢补充，好多嘢补充跟住又忘记咗。跟住又讲多次，跟住又补充多次，好咁，所以咧可能把声有啲沙沙地啦，唔系咁好，唔系咁舒服。好咁，今次呢条事，今次呢条片咧，今次呢条影片系嚟呢度先啦吓、啊，我哋就睇下佢下一次回复又系几时，回复紧啲咩就睇下啦。咁大家都可以喺留言话俾我听，究竟呢件事或者系你有冇遇过一啲咁样嘅客服咧？好，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